爸爸妈妈，弟弟，我回来啦。你是谁呀？怎么跟我的姐姐长得一样样的？啊哦，我是你姐姐呀，我是佩奇呀。这怎么也有一个佩奇？她是假的，我才是真的呢。你才是假的呢，这个姐姐是真的，她不会跟我打架，总是让着我，给我好多好多好吃的，还让我玩她的玩具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平时我肯定做得不好，你在生我的气是不是？不和你说了，我要吃饭。爸爸，爸爸，我才是真的佩奇。我有女儿了，这个才是真的佩奇，你假的。这个佩奇啊，每天回来主动写作业，接送她的路上从来不会让我给她买吃的买玩具。不和你说了，我们要吃饭了。啊，我平时做作业也很积极呀，每次出去我也只让你买一个玩具呀。哼，臭爸爸，我要找妈妈去。妈妈妈妈，我才是真的佩奇呀。不对不对，他才是真的佩奇，你呀是假的。不是的，我是真的佩奇，我刚才出去玩完了，现在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不对，他才是真的佩奇，你是假的。这个佩奇呀，吃饭从来不挑食，还帮妈妈干很多很多家务，他知道妈妈的辛苦，所以呀，他才是佩奇。不和你说了，我们要吃饭喽。看来我平时有很多很多的毛病，大家都不喜欢我了。佩奇，起床喽，该吃早饭啦。我是真的佩奇，我是真的。宝贝儿，你是不是做噩梦了？我做噩梦了，我梦见爸爸妈妈和弟弟都不喜欢我了，重新找了一个新的佩奇。哦天哪，宝贝儿，不会的，爸爸妈妈和弟弟都特别特别喜欢你。不过妈妈，我现在知道我的毛病了，我吃饭挑食，写作业拖拖拉拉的，总是让爸爸给我买好多好多玩具。没关系的，我们慢慢改正，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嗯，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